是一个 party， 快乐的 party， 和朋友一起快乐的 party， 我们很开心，我们。做主的小朋友们吧，大家好，我叫大帅，今年六岁了。大家好，我叫豆豆，我今年五岁了。还有我，我是弟弟可爱的小咕咚。欢迎你们，欢迎小朋友们。哎，小朋友们，我想考考你们，快看，这三个分别都是什么形状呀？三角形，都是三角形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我们来问一问啊，大帅，你告诉我三角形有几条边？有三个边，顺着手有三个边，最后调整了一下，三条边没错。接下来呢，用自己的身体来比划出一个三角形。对，大帅你会吗？来，请到前面来，看看你能做几个啊？第一个，哪有三角形？告诉我。哦，这儿，来这儿。电视机前小朋友看好了，嘣嘣嘣，三角形，还有这儿。两个对吗？对对对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哪儿？是不是腿再分开一点？看看，这也是个三角形。一共是三个三角形，非常棒。来，谢谢你。好，我们再来玩一个游戏啊。来，好，我们让这个小朋友来看一看啊。现在你们这样看上去有几个三角形？这个图形当中两个，能发现几个？来，两个。大帅，你说几个呀？两个。两个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来数一数，图形中一共有几个三角形呢？现在就揭晓答案了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对了，一共有三个三角形，你答对了吗？好的，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图形，在这个里边呢，也有很多的三角形，一共有几个？好，那电视机前小朋友，我们现在一起来数一数啊。首先我们把这个拿起来，这是一个小的，对吧？对，一个三角形，右边一个呢也是三角形。哎，这是两个啦，但是呢他们两个合在一起怎么样，也是一个大的三角形。好，然后呢这边是一个三角形，这边也是一个三角形，然后整个合在一起也是一个大的。那我们来数一数几个，好不好？一共有几个呢？我们一起来数，一二三四五六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看清楚了吗？让我们再来数一数吧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可以变成小动物哦。啊，小动物？对呀。就是用三角形啊。对呀。哦，那我们来看一看红果果的创意啊。好，哎，这是两个三角形，对不对？我把它们俩合在一起，再加两笔，我们来看看会变成什么。哎，变成了什么呀？鱼。小鱼，对不对？非常形象。那绿泡泡也有一个创意，哎，我们来看一看啊。然后呢，变成什么？变成什么？变成吃完的鱼。
鱼，哎，变成了这个鱼刺啊，对，鱼骨头，对，是不是也是一个创意？那我们的小朋友啊，谁可以利用三角形做出不同的创意的作品来呢？好，我们的大帅先来试一下，大帅来。看一下，好，是一顶帽子，哎，哇，好漂亮啊，黄颜色的帽子，对不对？哎，画得很棒。 好， 好，谢谢大帅。好，我们请豆豆小朋友也上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豆豆画的是什么呀。告诉我们画的是什么。伞。好，是一把伞，非常的形象啊。哦，看一看小咕咚能有什么好的创意。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，啊，这个是风筝。风筝啊，利用三角形啊，原来可以变换出这么多的意想不到的创意作品哦。那是不是应该鼓励一下我呢？好，来，嘿嘿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用各种各样的图案来考验我们的小朋友们啦。准备好，开始。开始。给我们介绍一下，你这个都是什么内容呢？我这个牛脑袋是用三角形做成的，哦，这个画面啊可以如此的丰富，这么漂亮啊，做得很棒，为自己鼓鼓掌。做得很好，祝贺祝贺。好，好的，接下来看一看豆豆做的。哎，来给我们讲一讲。这是船啊，有小船也有大船，也是大部分用了这个三角形。然后这是海，这个大轮船、小船等等啊，非常的好看，来为自己鼓掌。来，最后看一看小咕咚的作品。再来看看我的吧，我的是用三角形做的树，然后还有蝴蝶、小草啊，基本上是用三角形完成的。哇，好厉害！没有想到三角形有这么大的本领啊！真棒，小朋友们为自己鼓掌。来，为自己鼓掌。赶快站起来，和我们一起来跳好玩的碰碰操！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喽！一起动手动脑，哒哒哒哒。科学不是随便说说那么简简单单，需要我们细心观察，哒哒哒哒。一起动手动动手，动动动动动动。我喜欢科学游戏，我相信我自己。一起
许动脑动动脑，动动动动动动，科学世界没有烦恼，没有烦恼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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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游戏里学习科学，啦啦啦啦。今天呢，我要问我们的小船员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。平时我们用什么来看时间？对，雪儿你说，钟表。哎，用钟表来看时间。假设现在没有表。对，没有表了。有什么好的办法吗？除了表以外呢？哈哈，这样吧，接下来我们派一位小朋友到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去看一看，那个时候没有表的情况下，人们是怎么看时间的。飞船开启穿越时空模式，飞船会在一天后来接你，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时间哦。是远古时代，驴爸爸船长让我寻找记录时间的方法，还说飞船会在一天后的这个时候接我回去。哦，一天的时间，该怎么记录这个时间呢？哦，我有办法。每天时间不一样的时候，树的影子和长短会发生变化。这样，只要明天这个树的影子再到这儿的时候，就是一天时间过去了。啊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回来吧，走。快看，树的影子到大石头了。我要把这个好方法告诉驴爸爸船长。嗯，再见。哇，在白天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根据太阳的不断的变化，投射出来的影子来判断时间。我们模拟一下啊，哎，这个手电筒就好比是太阳光哦，照射，照射。啊，随着一天，它也就跟钟表一样会转动。对，就是这个影子啊。哎，它的影子呢指向哪里？看见了吗？就可以大致的
分出一个时间。当然了，这种方法也有它的弊端，就是也有它不好的方面。万一是阴天啊，或者下雨天怎么办呢？哎，而且到了晚上，可能就不好来记录时间了。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记录时间的方法也在不断的变化，不断的改良。那么随后人们又发明了新的记录时间的方法，这次谁想去看一看呢？同样，哎，我们是第二天的同一时间来接，你记住了吗？好，举手是谁？好，请我们的雪儿小朋友回到从前去看一看。飞船开启穿越时空模式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啊？哎，火车是在哪里啊？这里是宋朝。你是谁啊？我是来寻找记录时间的方法的。泡泡飞船要一天后把我接回去，不能错过这个时间。记录时间的方法，这个我有办法。这个是我特制的香，它烧完刚好需要一天的时间。你看，香马上就要烧完了。是啊，这个方法真不错，我回去要告诉绿泡泡船长。再见。古人啊，是用这个香哎记录时间的。和它同时期呢，人们还发明出了其他的记录时间的方法，比如这个，大家认识吗？沙漏。沙漏，仔细看，我们可以看到细细的小沙粒啊，从中间往下一点一点的往下流。那除了这个烧香和沙漏记录时间以外呢，还有一种方法叫做铜壶滴漏，大家一定呢也觉得非常的好奇，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。不仅有沙漏，其实古人还发明了一种铜壶滴漏，在不同高度上放置三个漏壶，然后在它们的下面再放一个接水壶，有刻度的箭杆便放在这个接水壶中，使用时最上面的漏壶里的水先滴入中间的壶里，中间壶里的水又滴入下面的壶里，而下面的壶里的水则滴入接水壶中，随着接水壶内水平面的升高，箭杆便逐渐上升，人们看箭杆上的刻度就能知道具体的时间了，我们平时所说的一刻钟也是因此而来。除了这个手表以外，古人还有这个一炷香啊，沙漏、铜壶滴漏来计算时间啊。当然了，这几种方法呢也有它的弊端，这几种方法它们记录的时间是有限的。哦，香烧完了就没了。哎，而且相对比较短。后来呢，人们又研究出了很多记录时间的这个工具，直到有一天人们发明了钟表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请小船员也去看一看，哪位小船员想去呢？好，我们就请浩浩小朋友去体验一下飞船开启穿越时空模式。哎，泡泡飞船把我放到什么时代了？这里是17世纪的欧洲。先生你好，我是来寻找记录时间的方法的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必须回去，但是怎么知道时间呢？这很容易，看，现在是下午3点，明天下午3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去了。这不是我们的表吗？对，没错，这就是早期的表，距离明天下午3点还早着呢，咱们一块儿出去玩吧。玩的真是太开心了，真是太感谢您了。你最应该感谢的不是我，是那些发明钟表的科学家们，是他们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。再见。我们讲了很多远古时代计算这个时间的工具，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最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方法？有的。哎，
通过影子来判断啊。那接下来呢？香，烧香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呢？浩浩，你说。沙漏，沙漏，还有我们刚才讲的铜壶、滴漏，这些呢也是记录时间的方法。当然了，都有它们的局限性，记录的时间啊比较短，而且可能会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。嗯，直到有一天，人们发明了什么？钟表。钟表就可以相对来说更加准确、有效和持久的来计时了。嗯，我们的小成员们真的是太棒了，为自己鼓鼓掌。好，谢谢小成员们。啊，那我们的成员们表现那么棒，是不是应该鼓励一下呀？伸出你的手，棒棒棒！热烈的鼓掌，棒棒棒！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真棒！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最棒！是我现在。